长、指挥官、啊，各位部长、啊，团长、还有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那这里的物价，这条路，将来就是我人生所设定的一个目标。因为我自细汉就经常读册，嘛是爱读册，嘛是一个真漂亮。甚至我细汉时阵，我个性会使讲是非常的内向，话嘛无济，有一段时间甚至是真无自信。所以讲，我从来毋捌想过讲有一天，我会比竞选，干脆一个单位去。也是伊，伊从开始是个上帝好命时阵，上帝爱伊加做是先知，一开始也是伊个观念，我是反抗不转。伊对上帝讲：“至高的上主，你知我还少年，搁含万讲话。”但是上帝却予伊看到讲伊真正的原因，甲伊少年，甲伊无真正无关系，乃是因为伊个惊吓。所以上帝就来讲，你免惊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可以保护你。无说基础受苦者来吃这神机的时阵，也是同款的惊吓。伊伫咧找理由要来提示，表明讲伊无适合做这个工作。伊也表达讲，已经贪婪讲话，无好本事。最后伊甚至跟吴上主讲：“我的主啊，你去差派别人去，就是卖派我。”那咱个领袖无条时阵，也因为伊这个合照，所以最后伊予这个大旗正去。大家点菜去伫啊，再啊，有诶再经文再经节，无算是青分。但是大家点菜嘛会发现，尊重是正诶，真大信仰诶大珍贵。因也着迄种真惊家己做袂好，真惊家己口才无好，真惊家己能力不足诶时阵。甚至有当阵，为着要来传达上帝的话语，嘛必须要来面对着百姓甲贱人的这个考验。因为人的心实在是软弱，实在是戆的，无必要来接受上帝教导。有时阵甚至会来排斥，来拒绝。所以对于我来讲，除了来面对着家己的能力、检查到是真够格的这个层面以外，我的内心。若要烦恼过，我要怎样来遵守、来持守上帝的教导？面对着人的软弱，甚至是可能是会拄着这个无好害，或者是这个冲突的场面。前面早，鼓励我来来听做看到一个人，伊是从台南台中教会的蔡牧师，大约是2017年某一天某一日。伊到会伊办因为啥物一个报告的一个活动，到无输伊袂敢对我讲，我真适合吃做一位班主任，爱我来指导来操持看卖。迄当阵我真礼貌来回复讲感谢老师的鼓励，我转来去指导看卖。迄当阵伊是当下我感觉讲较有可能，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而且虽然我家己自认我阁有真侪个不足，真侪欠缺，今早我想着讲要来担任类似即个教导的一个角色，但是着亲像诗篇139:70所在，是伊所讲的，我要去加勒来相比你的神，我要走去加勒来相比你的神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即款的呼召，搁一届。透过真侪人的提醒，所以让我变不了。我必须要开始认真来思考这项事。比如讲，我有一届只是去一个水电行买一仔物件，然后这个头一届拄着头家，甲伊开讲以后，这个头家竟然对我讲：“讲伊，我感觉伊应该去做牧师嘞。”所以，这个时阵我不会讲伊。哇！所以当我开始认真咧思考这项事的时阵，我知影讲，迄当阵真侪人、真侪目标、真侪长辈，拢在鼓励我爱思考、去献身，吃做一位传道人，吃做一位牧师。但是我也知影讲，我袂使因为人的声音，为着要来符合人的期待，来吃做一位牧者。所以我就开始交我的太太医生，
为了这堂书来提到来敲催，上帝是感谢人心的上帝。我一切的惊吓担忧，伊拢知。所以透过每一间的祈祷，上帝也将我这款的惊吓、这款的担忧，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，在每一间的祈祷中间，渐渐啊替我散去。伊到底上帝的心感动我，伊跟我讲：“我跟你同在，你在惊什么话？有我与你同在，你还害怕什么？”所以我经验到这个过程，并不是讲忽然间安尼隔一下就对会惊到就袂惊，那是一天一天的累积，每一届每一届的祈祷，上帝渐渐渐渐将这款的惊吓、这款的担忧，对我的生命内底来刷去。伊到底我有一天发现，好，我要打出一个舒适圈，离开我工作十一年的一个职场。我过去信用生命速度内底，我无过信心教会。伊是记载我信仰根基一个真重要个所在。我要来感谢我一个阿祖细汉就予我有即个机会来认捌上帝。因为我离开厝去读大学个时阵，要去到学校报道以前，着带先驶车，着直接跨过教会，跨过迄个南门中华个弯道路教会，先去找牧师报道。伫我大学个即个生涯内底，要感谢毛炳仁牧师对我个看顾。所以有当时我会感觉真强烈，但是却是我信仰生命完整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时间点。做一下我到伫台南个统一企业工作了后，我来到台中教会，伫即个即个所在，原来是着蔡老师以及我主播袁秋乐、郑小姐个带领，对伫安尼也确定了我对传福音个积极以及感觉。特别特别来感谢台中教会个蔡老师。我无输，细命丢到电梯者，我会当顺利进入新学院来受造就。啊，伫我伫新学院受造就的期间，也咧感谢我的太太医生，伊带我进入一个新的职场，来担任这个金融、金控这个审查人员，会当有一份真稳定的收入。我伫这个求助的过程中间，检查无受过大的经济负担。也多谢伊看待我伫服侍下头路顶面的这个价值，予我真大的支持。也要感谢谢宏明的爸阿母，我想即马是五岁，伫这个公费的五岁内底，要交大家来分享。我的母亲，伊也是一位常常为着家庭咧付出的人。伊平常时的话无多，但是伊的温柔，伊的这个韧性，时常是鼓励我，予我会当有勇气。这个困难，那我的母，哦，伊的文书是真够发达大人的需要。我讲时阵，我家己还唔知我伊需要什么时，伊已经替我想好啊，伊已经知我需要什么块，而且已经预办好啊。我要感谢我的门师圣明牧师，以及我的父爸陈光牧师，伊带我拢是我伫南新的学长。伫咧几个月期间，伊也给我真侪真好的建议。也将真侪过去、真侪失败的册，交我来分享，帮助我真侪。另外，也感谢实习期间伫遐听到侪个素食老师伊的陪伴甲连坐手。也要多谢着我的同学，伊人生的同学，多谢恁的陪伴，予我会当顺利来完成这个目标。感谢上帝，予我毕业了后来到遐教侪服侍。接到张明老师，伊也是我关心的老师，伊去参加老师的工作，我伫翻过咧学习的这段时间，伊拢无看过会来我参加，来帮助我，我伫翻老师的期间，会当安稳、健全的来学习，也借着安尼减少了真侪的不安，也要多谢咱教会的长老、中职、单工以及姊妹，多谢恁的接纳和支持。在我来到咱教会服侍，我感觉实在是真温馨、真温暖的一项代志。感谢上帝，予我受拣选真济咱教会第一任的关怀牧师。对咱了后，我也要继续甲各位牧者认真来培养，用心来关怀。最后，也要感谢咱所有服侍的教会、同工以及现场，或者是讲伫线顶参与的兄弟姊妹。多谢大家，一起
段时间，恁的祝贺，恁的鼓励，也感谢大家在这个疫情更加严重的情形下，恁愿意来参加这场礼拜，恁的参与给我真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感谢曾经参啊，甲参与在我生命中的恁注意。恁亲爱的姊妹，在恁生，在恁这个信仰的道路顶面，现在。咱是想到曾经面临亲像我过去即款的挣扎，也是即款的忧愁的时阵，我相信迄、那个帮助耶利米、帮助摩西、帮助犹大的耶和华上帝，今仔日也同款要来帮助伊。最后，愿一切荣耀拢归于主，祈祷主上帝，就是安尼。